古话你知咩歌？太妍的十一冒号十一，究竟是十一点十一分定是十一比十一呢？我相信是前者，但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可以说回我听啦。 OK， 这首歌是我很想教，原因是因为很少有地可以练到东西的地方，一些 finger 的地方，我甚至乎再将它中段改到更加难一点，比原谱是好练到东西。 OK， 所以今次教的东西我会不讲那么多，做示范，分开几part。第一part E minor，睇翻份谱先啦，我网上面有噶啦，已经可以 download 到。OK， 一开波讲晒啲确成，其实好简单。二、D， 成首歌系 loop 噶咋 ？C、G bass on B、D chord bass on F sharp、B minor， 唔同嘅 B minor 啦。叫 G bass on B 嗰度，其實好一開波第一個 bar， 嗱 chord 係真係唔難嘅咯，你望住彈就可以咁，所以我唔詳細講啦。反而係節奏上難。留意一份譜，你見到好多八分音符嘅，一八分音符有字符。好多時我寫譜咧，你都會發覺我唔會用一個好正宗嘅樂理方法，有時太多嘅附點線啊、熱身弦線啊，會令到你哋難睇難數拍子。反而我永遠出發點都係易數拍子，咁所以變咗你會易睇嘅。停停嗰地方就係你要停停噶啦。譬如第一句。停停，第一系 hammer 嚟啦，然后拍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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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句。好吧，停停停停 ，OK， 好清晰拍子，一二四五六五六，头两个八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八，一个八内有四个 chord， 超麻烦，但系 chord 咧顺势嘅 ，E minor D C， 其实佢唔止四个 chord， 要多啲添，因为我唔够位写喺份谱度，所以。E D C G， 然后 D bass on F sharp， G bass on B， 听一次先。好多下拍嘅，呢个系跟足佢原本个玩法，即系 C D 玩法啦。第一句，然后拍。是很麻烦的，所以我觉得。OK， 嘿嘿，OK， 留意一下呢短短四个八已经是我好想你哋去学识嘅嘢，而且希望你哋可以跟足所有嘅拍子，最好可以嘅话跟住 CD， 即系播咗 YouTube 啦嚟弹就最好啦，练一练嘅拍子，因为真系好难嘅，尤其是要啱拍子嘅话，而成首歌有超过七成以上嘅时间都系用呢四个 chord 去 loop 住 ，OK， 都系四个 chord loop 住，咁啊，然后直落就去到。炸嘅炸咩炸啦波嗰度啦，C chord啦，先望一望啲chord先。
咋嘅咋个作哆啦哆 ？OK C D G， 咖喱咖喱咋上轮底哟 ？OK 重复，你妈咧打哆巴达比啦含底咯，哎呀哟，唱乜鬼啊 ？OK， 我哋思考。在这个部分是最难的这首歌一个位置，因为为什么呢，我是没有跟原谱的，是难过原谱，它已经包含了原谱再多一些东西，有少少 fingerstyle 在里面的。OK， 先望下 C。OK， 一个一个巴黎 C。Hammer 来的 ,01。然后二同埋拍系一齐嚟嘅，所以你要劈落去。咁我都唔系好准，我冇指甲碎在，所以变咗咧。其实有时我有少少好似弹落去嘅，但系冇去到咁大动作。加埋系，OK， 然后上边。A minor 最麻烦呢个巴反拍，呢个系第十三四五第十六个巴嚟嘅。OK， 在这一段要慢慢看，我想你会重复看几次，但我都想讲一件事，就是呢在这首歌特别的地方，它用了很多次分音，很多反拍，例如在第九个巴 C9 开始，你发觉呢、其实第一段都是的 D bass 和 F sharp 抢了半个巴落的，即是在第一个是一个巴的最尾个拍落，就不是在每一个巴第一拍落，这个很少见，数拍子是难数，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很想教这首歌的一个原因。很详细，今次也不是只教一首歌，变了加上去到刚才完了这里都是一个很反拍的，就是 1 and 又去 1 and 2 and 3 and 4 OK， 然后去到 bridge， 哇很型的 bridge， 又是加下去原本没有的，是 fingerstyle 来的。我彈得快我先彈到，彈得慢是彈不到。OK， OK， 看到它不難，最難是什麼？加拍線。出翻一段，嗱，所以好矛盾一件事啊！你弹琴日弹吉他，你又唔可以留指甲，除非我下一拍片都绑指甲，否则咧呢啲叫做 nail attack 嗰啲叫做，就系好难，好难准嘅。如果冇指甲嘅话，重複就是一首11点11分，最好可以订我频道，在 Facebook 都可以记住，我已经有份谱给你，这份谱是真的很有心机的，最好可以订我频道，在 Facebook 都可以，我这句好像刚才说了，拜拜。